咁好啦，到講今日嘅主題產品啦，即係貨大家可以攞嚟送啊、禮啊、自用啊咁樣嘅。有嗱，由始至終，鞋佬出咗幾多款銀包啊？出咗三款銀包，咁都係咩啊？搶購一空嘅。咁搶完之後咧，大家收到貨之後個性價比啦、材質啦、仲有手工啦，整體上咧99% 嘅朋友以上咧一定係滿意嘅，因為我相信一定係唔滿意，不過冇投訴俾我聽啫。OK， 咁好啦。鞋佬做嘅銀包就不嬲都強㗎啦，咁好啦，我嚟講下究竟點樣睇下呢個銀包先。Color 效果正啲，係啦，咁睇返你啦，即係你可能沉實啲咪黑色囉。咁如果你真係哎呀我穿住對 angle boot， 我要俾人感覺我轉咗貴嘅，咁你咪淺灰同埋淺杏囉。哎唔係呀，我比較保守少少，又唔想好似黑色咁沉悶嘅，咁考慮隻紫藍色同埋考慮隻墨綠色囉。好冇嘅，長包嚟喎，鞋足媽媽兩隻都標準。兩隻都標準嘅，兩隻頭先隻 angle boot 同埋我哋隻鞋王都係標準尺碼嘅，好唔好嘅？嗯，好啦，先睇個包裝先。嗱，個口就咁啊，今次長銀包啊，真係長啦 ，OK， 真係長啦 ，OK， 長銀包，快啲，快啲，好啊，嚟啦。喂，例如咯，講到招牌產品、王牌產品，俾啲鼓勵我先啦。好耐冇呃過你哋啲心心叻叻啊，咁樣嗰啲嘢喎，送啲嚟得唔得？送啲嚟得唔得？銀包用到而家都好裝，係好新淨，係啦，多謝你 ，Anas， 快啲打開啦，心心叻叻咧，冇心心叻叻，係咁依俾啲鼓勵我啊，OK 嚟啦，好啦，見到好多心心叻叻啦，多謝 ，thank you， 好啦，快啲打開，我鍾意長銀包嚟啦，望住，咁啊招牌盒啦，硬淨啦，靚仔啦，送禮一流啦，咁有個綁個蝴蝶結啦 ，OK， 咁啊打開究竟係點嘅樣㗎啦 ，OK， 照舊啦，打開啦，咁入邊有個我哋自己牌子嘅布袋啦 ，OK。布袋啦，跟住之後呢，然後當你打開佢之後，例牌啦，今次再多少少嘢，之前啲雪梨紙呢就冇我個乜頭嘅，咁今次呢做多少少包裝上嘅功夫，嗱見到啦，啲雪梨紙可能會見到 Love Vintage， 我哋嘅少少嘅乜頭啦咁樣 ，O 唔 OK？ 咁啊跟住之後開出嚟啦，好啦，到開出嚟之後呢，咁我無謂拆開佢啦 ，OK？ 我唔拆開佢啦，我攞啲版樣俾大家睇算啦，好啦，喺版樣嗰方面呢。我先搜咗一個女士嘅色出嚟先，先搜個女士嘅色出嚟先。有冇短銀包款？短銀包我有做，不過未出貨，未出貨。呢、這個唔費事啲同事一陣又要再 pack 過，因為都準備咗出嚟。好啦，先講一隻粉紅色啦，粉紅色嘅，一望出嚟，一開出嚟，個樣係咁嘅，近少少睇，我冇嘅。嗱，呢就係其中一隻皮紋，嗱粉紅色嘅。遮咗雙線，你唔係好覺嘅呢度。但你一陣我開啲其他顏色出嚟咧，嗱，由於之前啲細人包咧，嗰、那個我個 logo 啊，做得比較差啲啊。咁今次呢個 logo 咧，大家如果有買開長銀細人包的話咧，可以對比一下今次嘅手工仔細好多噶啦，仔細好多噶啦。咁呢個咧有個卡，即係我哋叫做擺啲垃圾嘢啦，我哋卡槽啊，或者係counter， 我之前一路有做嘅 Moco。係啦，賣曬啫嘛，不過我諗我銀包我應該前前後後嗰啲 card holder 嗰啲銀包咧，我做咗超過5000個，但係已經賣曬㗎啦。OK， 咁樣嘅，後面就咁嘅。OK， 咁啊使睇多少少 detail 位啦。OK， 呢個位啦有我個乜頭啦，咁然後正常嘅拉鏈啦，金屬拉鏈啦。咁今次咧喺呢個拉鏈金扣呢度咧 ，OK， 我哋開始要品牌化少少啦。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啊嘛，係咪？我哋嚟緊都要內銷㗎啦，封曬關啦，都冇我進口嘢啦，咁啊梗係做翻自己嘢啦，係咪？好啦，自己自嗨一下先。好啦，喺呢個扣上面咧，喺側邊呢個位，一邊咧係乜都冇嘅 ，OK？ 一邊係乜都冇嘅，另一邊咧，我哋刻咗 Love Vintage 嘅英文字樣喺度嘅，少少地唔太搶眼，但係又知道係我嘅嘢，我冇嘅，得唔得？好冇 ？OK 啦嘛。咁好啦，二拎講得好啦，前面放消毒棉紙，嗱聽埋先，跟住之後啦，開出嚟咩樣呢？開出嚟呢，我哋就另外啦，呢、這個呢，我覺得女士用 OK 啦，呢、這個顏色係咪先 ？OK， 嗱面呢係隻牛皮嚟嘅，呢隻叫粒紋牛皮，呢隻見唔見到有啲粒紋嘅粒紋牛皮 ？OK， 好厚身，好襟用嘅，油曬邊嘅啲手，好似手袋邊咁樣。咁然後呢，裡面個內裏呢 o k 呢個係灰色嘅。OK， 睇下先嚇，摸下先，羊皮嚟嘅，灰色嘅羊皮 ，OK， 灰色嘅羊皮內裏，然後呢啲卡槽位，見唔見到好多卡啦？可以放到12張卡，
呢度可以放到12張卡 ，OK？ 呢邊啊，呢度6張 ，OK？ 6張卡，然後咧再加埋呢一度咧有個俾你攝嘢嘅，或者攝啲單據啊，攝消毒棉啊，好唔 OK？ 好啦，跟住之後咧，中間呢一度擺錢啦 ，OK？ 同埋一陣我擺咗啲神奇嘢喺度嘅，俾你睇睇啦。咁然後中間仲有個拉鏈袋 ，OK？ 拉鏈袋你唔好諗住攞嚟擺鎖匙啊 ，OK？ 你攞嚟擺下啲貴身份證啦，我覺得。係啊，身份證可能擺呢一卡會比較好啲嘅，我覺得啊，身份證啊、回鄉卡咁樣 ，OK， 好啦，跟住之後到呢邊啦，都係6個啦，雙邊6個即係12個卡槽咯喎，然後兩邊插袋咯喎 ，OK， 咁啊出邊又有多一個插袋咯喎，好唔 OK？ 睇到啦嘛，大致上個格局就係咁啦。咁呢啲位置全部都係皮嚟嘅，但係底層嘅 ，OK， 到呢度都係皮，咁但係咧呢個咧中間個袋口位咧，我哋叫做拉鏈邊呢度係皮，中間呢個可以用帆布嘅。好唔 OK？ 得啦嘛 ，OK 啦嘛。咁我開放下我個銀包俾你睇啦。呢、這個呢就自己買俾自己啦。咁你身邊嗰個點算呢？你老公點算啊？你老公點算啊？下個禮拜情人節咯喎，現貨嚟㗎喎，平平地唔好買隻撈俾佢啦。合理啲買個真皮銀包俾佢啦。咁呢個呢就小弟自用㗎啦。好唔 OK？ 見唔見到？嗱，黑色呢隻呢就牛皮嚟嘅，就唔同呢隻粒紋啦。呢隻粒紋呢個紋路凹凸靚凸到好多嘅，黑色呢只咧拼少少嘅，冇咁凸嘅。OK， 好啦，見唔見到？你當你見到呢個款咧，即係你女仔唔係女士都用得，不過呢個黑色我覺得又幾 man 啦，都即係男女都用得咯，因為佢雙咗個明線喺度，黑色嘅皮配個白色嘅車粗線咧，係好凸顯嗰個型格嘅，我自己覺得好唔 OK？好唔 OK？ 咁點解會漲卜卜嘅咧？咁我哋嚟分拆下啦 ，OK？ 我哋嚟分拆下呢個銀包，究竟我放咗啲咩落去啦？我嘅全部都。首先咧，香港就未係全部可以用電子交易工具啦。咁當然地咧，我就放咗少少現金啦，攞開佢先。OK， 少少現金啦，我嘅擺喺度先。OK， 跟住之後咧，呢、這個位咧，我放咗部 iPhone 6嘅，我嘅公司電話啦，一部 iPhone 6。嗱得唔得？留唔留意到？OK， 放個 iPhone 6係 OK 嘅，你唔好加埋個套喎，你知你哋嗰啲套㗎啦，又指甲又剩又吉力吉啦，你唔好諗住加埋個套喎 ，OK， 一個 iPhone 6唔係 demo 機嚟㗎，著㗎 ，OK， 好啦，放落去冇問題嘅，冇套嘅情況啊，好唔 OK？ 咁你唔好問我 iPhone 6 Plus 啊，呢個 Plus 嚟嘅 ，Plus 嚟嘅 ，OK，iPhone 唔係喎，唔係6嚟個雙鏡頭添喎呢個 ，OK， 總7嚟嘅 iPhone 7嘅 Plus 嚟嘅 ，OK。咁即係 iPhone 7或者 iPhone 6都放到啦。咁華為嗰啲我就唔知啦，應該足夠嘅。你睇下啲位都幾長，仲有咁多位剩，好唔 OK？ 咁好啦，然後啦，攞開個電話，跟住之後仲有放咗啲咩？12張卡，12張卡後邊咧，而家最需要擺嘅係咩啊？之前口秀播放有冇買呢個？係啦，潔手液紙巾嘅酒精紙巾呢邊一包，跟住呢邊又一包 ，OK？跟住之後咧，我嘅12張銀行卡啦、提款卡啦、公司卡啦、乜卡都喺曬度啦。好冇嘅。咁當如果你冇放到個電話嘅情況下咧，其實個銀包咧係好多位嘅，但放咗咧就啱啱好漲卜卜。記住，放咗就啱啱好漲卜卜，啱啱拉到拉鏈噶咯喎，得唔得？銀包係 0.2 kg， 淨重 0.2 kg 呢個銀包得唔得？ 0.2 kg。放埋啲錢先啊！放埋啲錢先 ，OK。嗱呢個就係嗱睇住我拉嗰個手勢啊！嗱我依家冇放電話嘅，OK， 冇放電話拉到嘅，好方便嘅。12張卡，兩塊消毒棉，唔係兩塊消毒酒精消毒酒精棉，跟住再加埋一沓大概為數，等先啊，20張到嘅紙幣。廿零張唔止喎，三十張紙幣 ，OK， 30張紙幣，咁就綽綽有餘嘅。若果擺埋一個冇套嘅 iPhone 7或者 iPhone 6落去的話咧 ，OK， 咁你拉嘅時候咧係會有少少緊，但係絕對 OK 嘅 ，OK 得唔得？就係咁樣啦，呢個實測就話咗俾你聽啦。咁依家呢個咧就我自己用緊嘅 ，OK， 幾型嘅，放翻男女都得啊，自己諗啦 ，OK。咁好啦，然後第二隻色就係黑色啦，咁第三隻色
擺埋一邊先。這個攞開佢擺埋一邊。好，第三隻色，嗱有粉紅，第一個色粉紅，第二個黑 ，OK， 第三個呢個淡粉紅啊，藍藍地嘅。Hi， Carmen， hello。OK， 藍藍地有啲牛仔布藍嘅呢、這個牛仔布藍，睇唔睇到？睇到未 ？OK， 牛仔布藍嘅呢、這個，跟住之後第四個橙色 ，OK， sharp 醒啲嘅。請問仲有幾多隻色？總共六隻色，六隻。OK， 橙色，睇唔睇到？清楚啦嘛。OK， 咁我哋睇啦，黑色入面就配黑色皮啦。頭先粉紅就配灰色皮啦，藍色咧就配咩色皮啊？灰色皮啦，其實應該係得黑色配黑色皮嘅啫，我記得。OK， 呢啲都係配灰色皮嘅，得唔得？配灰色皮嘅，好啦，藍色啦，牛仔布藍 ，OK， 但係皮嚟㗎，唔係牛仔布啊 ，OK， 好啦，跟住之後呢、這個係屬於我哋叫做黑肉粉紅啊，我睇下隻色點講嘅先，淺紫啊，你叫間廠去死啊，我睇都睇唔到個紫色喺度 ，OK。黑肉粉紅，但英文打咗做 light blue、light purple 啊，小心啊，淺紫啊，呢、這個淺紫色啊，但一啲都唔紫啊，一啲都唔紫啊，用個名嚟呃，即係用個顏色名嚟呃你啫，用個顏色名嚟呃你啫。OK， 好啦，呢度兩個比較，一個係淺色好多嘅，一個係粉紅好多嘅，分翻開啊，全部車白線冇錯，全部車白線。最後呢，就係睇下今年邊個需要紅紅火火啦。之後睇風水啊，或者睇開啲流年嗰啲咧嚇，紅色銀包禮牌要換嘅，即係每一年都要跟住嗰、那個嗰啲風水術學嚟換銀包噶嘛，有冇人係咁噶？有冇人係咁噶？扮紙係嘛？我都覺得喺度扮紙啊，根本就唔紙，豆沙粉紅 ，OK， 我叫佢豆沙粉紅 ，OK， 豆沙粉紅會好啲。咁啊，第六隻色紅色 ，OK， 紅色得唔得 ？Dusty Pink 可以咁講，可以叫 Dusty Pink，Dusty Pink。咁啊，睇翻你自己個命格究竟旺咩色啦？又或者個價錢，個價錢，會員優先購買價足唔足以你令到你買多一兩隻留嚟某啲朋友生日嘅時候嚟做一個 gift 啦，即係一個禮物啦。咁咪自己衡量翻 ，OK， 理性消費。六隻色，數多一次啊，再一次啊，紅色嘅 ，OK， 皮噶啦，全皮噶啦。然後粉紅、淡粉紅、蝦肉豆沙粉紅 ，OK OK。嗱，今日個直播啲色好實啊，我啲燈打得靚，啲同事叻仔嚟噶，打啲燈好靚。等我跟住橙色 ，OK。然後藍，最後就係黑啦 ，OK OK。黑色就我自用啦，係紅色銀包好似係漏財，唔係㗎。其實睇每個人嗰個命格嗰、那個屬嗰個咩啊？今年興咩色咧？今年旺咩色咩色咁樣嘅？是咁樣夾嘅風水術學嚟講 ，OK 嘅，睇曬啦嘛啲銀包，咁就定價，先講定價先銀包，定價咧我定到去878蚊嘅呢個長銀包定價878蚊，抗疫價幾錢啊？我好少講個價錢出嚟嘅，講完之後如無意外都嗱，記住網店咧。買滿300蚊包郵啊！記住呢樣嘢啊，300蚊先包郵。不過今晚啲產品都過300㗎啦，放心啦。你唔會買一隻都過300啦，係啊。咁好啦，抗疫價咧，你自己乘翻究竟係幾多折啊？878，你覺得定嗱？市場定價老實講啊，878蚊係合理偏低嘅。如果呢個材質呢間工廠做 ，OK， 合理偏低嘅，絕對合理偏低嘅。咁會員優先購牛皮。牛皮會員優先購買價嚇，聽住點解唔888？爭我又唔中意888呢個 number 喎 ，Doris， 我唔知點解咧，我唔識點答你，但我就878啦咁樣，一個銀包都包郵，係啊，呢個銀包都包郵啊，呢個銀包咁好啦。究竟幾錢咧？等阿妹妹包啊包啊，香港同澳門都包，滿300蚊就包，滿300蚊就包。等阿妹妹行完個 catwalk show 之後，我再話俾你聽個銀包幾多錢。OK， 屌你人先，好啦，嚟啦。